看完电影。都好了没有？好了。走了。嗯。妹妹好了没有？妹妹。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家。我正在想我回家要做什么。可是。有没有溜滑梯的？我。还有谁？啊。两个对不对？哦，太危险了，我们不要溜滑梯了，我们不要再溜滑梯了，太危险了。我们来到的是基隆波浪公路。呜呜，这是完全往下。呜，刹不住，刹不住，刹不住！你要把手往下。刹不住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跟观众讲，我想要，我要自己做一个洞洞的，跟 S 纸一样大而已，就把它贴贴纸装饰，每一个贴，然后我们就要看。贴贴纸浪费了啦。哎，我贴纸那么多，用不完。我不想浪费我的贴纸。在上面可以画图啊，或是写号码，或是说一奖啊、二奖啊，写顺序或是这样的。我要让我要自己创作。好啦，那你自己创作，不然给爸爸画，爸爸一定上面画的大便的、啊。每个玩具都是那个，对不对？都是他那个插旗，对不对？每个玩具都垃圾。插旗呀、啊。插旗。哦。对不对？那插旗他一开始想要去垃圾桶。然后就一直想要进垃圾桶，阿蝴蝶就一直把它拉上。他算了，我不爆雷了，没看过的自己去看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贴贴纸装饰，看它那个，就是我们要先分好它那个 S 纸的大小，可以分几个，平均分几个，然后我们再把它贴贴纸粘上去之后，贴贴纸这个里面要放礼物哦。要放什么礼物？不告诉你。是把以前的礼物丢回去吗？对。这样你们还会想抽吗？会。要不要买些新礼物给你？好，小的哦，要很小。去找那种十块钱礼物的呀。十元商店。你去十元商店买小东西放进去，就还比较值钱，对不对？那就去十元商店吧。对不起。我就会。在两度每个那个边边都要跟 A 四纸的四边一样，然后高度他们要是一样的，这样才能粘底座。对了，贴贴纸就没用了，画画就好。已经到这了，不知道是哪里。这是基隆监狱。监狱？不可能。啊，基隆监狱矫正署。基隆矫正署要。矫正署基隆监狱。这是矫正署基隆监狱，那就是监狱啦。那是矫正的哦。你说要矫正牙齿啊，是不是？矫正那个猕猴石坐姿不良啊。那你问我问题？我现在专心开车。那么吗？
喜欢看《玩具总动员》是吗？我喜欢。然后就整个看完电影之后，就感觉好像哪里凹凸不平，然后就感觉会下楼梯很紧张的样子，因为我前面下了几节楼梯啦。他就知道坐第一排，可是又没办法。不能坐第一排会太紧的。最近不出，因为我最近都没在做美了。然后，然后快要到了，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。嗯，啊，这快要到了没？啊，你觉得《玩具总动员》是最好看的地方在哪里？最好看的地方在。整个内容，所以你们觉得很奇怪？怎样？那个牧羊的那是宝贝啊，她是白雪公主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牧羊女。以前不是就有出现过了吗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为什么她说九年前她失踪了呢？她的意思就是过了九年后，她就要变九年前。安迪已经去上大学，那时候她还在啊。对啊。可是他送给那个送出去的时候是在安迪家、啊，对啊，而且安迪还是小时候哎、欸。但是他们在安迪送出去的时候，感觉那个牧羊女其实那时候还在他们家才对啊。对啊。而且他那个牧羊女，他那时候的主人是安迪的妹妹，是那时候还是小朋友啊。如果经过九年，那个小朋友其实已经，所以他那个应该是很久之前就送出去的。但很久之前，其实那个牧羊女一直在安迪家也待了很久。对啊，这样就奇怪。可能那个牧羊女一直都很有印象，对不对？嗯。前几集也都有啊，她不太可能第三集跟第四集中间隔了九年吧。第三集的时候她还在。对啊。说不哦，有可能啊，因为她。第二集跟第三集的时候啊，他就从小念大学了。所以第三集的时候还在啊？对啊。所以他是念大学之前。那、啊、他现在念大学的时候还在，然后他去念大学了，然后他的那个牧羊女也送走了。就是在安迪准备上大学那一集。安迪，阿迪。第三集有吗？还是第二集而已？第三集时候没有，我们回去看一下第三集就知道，就可以揭晓啦。对、啊，可是，除非那个牧羊女第三集，等一下，否则不可能隔了九年这么久。隔了九年的话，不可能的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送出去的时候，安迪他还是小时候。送去是安迪已经要上大学了，安迪还是小时候。我看到在小时候。在那个隔了九年送出去的时候，安迪还是小时候啊。可是后来安迪大学的时候，那个牧羊女还在。到了第四集啊，她又怎么又走了？第三集安迪要把他们送走的时候，已经是那个安迪要去上大学。没有，那时候安迪还是小孩啦。小孩的时候不肯把胡迪送走了，是要上大学的时候才把那个。上大学是那个要把胡迪送走了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第三集的时候啊，怎么拍？拍到最后会不会以后那个安迪？现在是第四集、啊哦。第五集要怎么拍？会不会等到第六集的时候，那个安迪的小朋友就那个又把胡迪找到胡迪了，他又去那个当安迪小还是安迪啊？安迪。安迪小朋友的那个玩具安迪的小孩的玩具啊。嗯，说不定安迪。啊！可是胡迪那时候已经自由啦，胡迪不是已经自由了？一定会遇到安迪他小朋友的，这么好赚钱的那个卡通，然后可能说结束就结束。他应该只会回到跟小美人鱼一样回到原地之前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拍一个来聊这个剧情吧。
等一下就来聊这剧情。Ending。好，我。碎片节帮我按个赞，还有在订阅完试试啊！已经打开刷新你的动态，感谢任务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